来到16频道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谈谈 GMMTV 2023的各大计划。虽然说呢，距离那个直播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，但是坦白讲呢，我的情绪其实还没有平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我只能说一句，就是把你又落传来啊！我已经因为他们而悲哀了一个礼拜了，现在才稍微可以冷静下来。所以就先让我们回到大会这边，看一下 GMMTV 2023会有什么搞作。总括来说呢，2023有非常多值得期待的作品，而当中呢，我在里面列出了其中10部特别值得关注的。第一部呢，就是 Firstborn 二代的 A Boss and a Baby， 这一部呢，就是关于实习生跟老板的爱情故事。预告看起来就是可爱可爱的，而且我个人本来就很喜欢他们前一部作品 Ocean Tay， 他们两个就是颜值就很高嘛，都很配，而且作品就是整个画面拍得很美，所以我个人就是蛮期待他们这一部新作会有什么火花的。第一部看起来很吸引呢，就是 Om Gun Proof 的 Double Savage， 虽然说不是 BL。而且那个题材看起来也是比较残酷的兄弟相残这样子，但是预告看起来就是很带感，而且导戏的部分也是很精彩。另外就是飞哥他看起来有点点帅，所以呢就看他们之后这一部会怎样演啦。第三部值得期待的就是总当二代的 Hidden Agenda， 题材就是蛮搞笑的，因为当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想要追个女生，然后呢他怎么追呢，就居然找这个女生的前任，就是总演的角色去拿建议。我就觉得说这个角色思路还蛮奇妙的。那回到演员本身呢，就是总当他们在 off screen 的时候互动就已经很甜了，所以这一部呢的化学反应是一定要保障。第四部值得期待就是 MILF 的 23.5 GMM 第一部正式的 GL 剧，之前其实在 Bad Buddy 跟 Fresh Versus 的时候都已经有一点点的伏笔了，而且 Love 他就是长得一副初恋的脸啊，跟 MILF 之间那个身高差也是很猛，但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蝙蝠都比较少嘛，所以其实看得到的火花没有到说很多，那就看一下他们主演的时候火花可以到什么程度吧。然后第五部值得期待的就是终于我们的 Wolf 跟七大啦，他们这次七大的剧名叫 Cocaine Crush， 就是关于医科生跟厨师学徒的故事。那只是看预告就已经各种粉红泡泡满天飞，看起来就是很甜很甜。但是呢，当我还吃糖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 Neil 抱着他的新食品 Mark， 而且还衣服抱得很辛苦的样子，为什么呢？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不管其他的，反正就是2023就是可以确定看到 off 跟就对了。第六部值得期待的就是 Jimmy C 二代的 Last Trip Line， 讲述一名快完全失明的羽球手跟他照顾者的故事。虽然说取材听起来就是有点悲哀的，但是我看预告就是比较偏温馨，而且导演也是 Bad Off， 所以基本上应该就不会出错了。而且我个人细心就是很喜欢 Jimmy 的声音，所以这样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第七部是真的很让人期待的贵圈争乱的 Only Friends， 正 CP 呢有 Firstborn、First 考堂跟 Leo 嘛，贵圈呢就是有 First Leo 跟考堂 Book， 我不知道还会有其他奇奇怪怪的 CP 出现，但是呢这部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精彩，就是看戏看起来就对了。虽然说我真的很兴奋，但是问题就是我看到 Leo 嘛他们 NC 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说我好像看到我这儿子出轨一样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八部值得期待的，就是 Perchimon 的 Dangerous Romance， 关于穷学霸帮贵公子补习的故事。他们在预告里面呢吵着吵着就亲起来咯。 Hello， 之前看安淑露的时候就觉得这两个在一起蛮可爱的，所以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新 CP 哦。第九部就是完全意料之外的 Tanya 他们居然要翻拍权力马货30岁魔法师，这真的一个超级超级大惊喜。我那个时候看到 news 就想说不会吧，因为我就看到 Tanya 出来，我想说太好了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部作品啊，如果以 Tanya 本人的性格来说的话，其实把那个角色反过来演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，不过呢看他们演跟自己性格相反的角色也是看点之一啦。而且哦，这一部还有沈娟哦，他们终于要演 CP 了。不过又根据日剧的话，他们角色本身其实是就是单纯的同事关系，所以就要看 GMM 他们会打算怎样改编啦。然后最后第十部就是 Our Sky 2， 有考堂 First Earth Max Streamy C 中单 Om Nano Force Ball Pornfree Win Jiminy 4 一共8对 CP，
哦，我怎么了？那当时唯一想法就是，这次会有雅纯吗？这一季就是整个就是满满的幸福爆表的一季啦。除了尖叫以后，我已经不知道可以再讲什么东西了。反正就是期待的看他们怎样派糖吧。总的来说呢，GM 2023还是很让人期待跟很让人感谢的。但是唯二有两样让我觉得是很难以理解的。首先就是 Brightwin 他们还是放在一起拍公车照，但是其实他们2023呢，看预告他们好像是没有合作，所以我真的不懂事务所到底对他们的操作是想要怎样。我自己整个也看得很懵，完全不懂 GMM 到底想要干嘛，反正就是满头问号。然后最后我必须要讲一下，就是我的意难平 Neo Lewis 他们被拆了，被拆了，我真的很伤。而且重点是因为其实 The Eclipse 他也才刚完结没多久而已，那个余韵还没有散去，他们就被拆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看直播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先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作品嘛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无聊，我想说滑一下 IG 好了，然后这就是悲剧的开始了，我就滑一下 GM IG，看到如果自己人站在那边，我想说，哈，不会吧，Neo 是解约了吗？然后我再往下滑，我就看到 Neo 跟一个我不认得的 Mark 配在一起，然后我这个时候脑袋已经跑了10万遍了，不会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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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着快要崩溃的心情呢，去继续看 GMM 的直播，看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。大合照，一个站在最左边边，一个站在最右边边。好，他们真的被拆了。不过呢，后来我在看他们 after party 的时候，倒是玩得很嗨嘛，所以我想说，至少刺杀感情还是好的，我都只能当成就是改科鬼拳吧。那各位对 GMM 2023的项目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